浪姐公演叮当组倒数第一，揭开赛制和评审二大漏洞。三大 vocal 留遗憾，八支三人女团全新演绎八首歌曲，姐姐们的二次公演舞台较第一次舞台有了质的提升。宁静组 FLOW 又飒又酷，点燃内心的激情。孟佳组这是因为我们能感到疼痛情感，舞蹈音乐完美融合，给人很强的代入感。叮当组仰视而来是二次公演最走心的一首歌，可能不是台上最炸，却是台下最值得循环播放的一首歌曲。节目过后，姐姐现场观众投票离谱的话题快速登上热搜，500位观众被质疑龙的传人投票太水，完全没有审美也没有专业素养，实力强的排名太低，阿朵的离开让人难过。而叮当组仰视而来排名倒数第一尤其让人意难平，二次公演仰视而来的失败也揭露了乘风破浪的姐姐两个漏洞。其一，赛制对抒情类歌曲太不友好，事实上抒情歌曲往往更戳人，但赛制明显倾向于那种燃炸的曲风，